各位，我是徐州警署的钟警官。之前因为其他事耽搁了，没能第一时间赶到。不过大家放心，钱大佬的事我们正在查。哦，钟警官，你查到什么了？能不能快点说？为了钱大佬的事，商会的生意都被耽搁好几天了。我可是要回去做生意的。 小老板，别着急，法医应该还在进一步做检查。钟警官刚才提到的那些线索，我们自己也多少调查到了一些。请问还有其他信息吗？我们发现钱大佬遇害的客房内摆设凌乱，柜子、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迹象。来之前，我就听段经理说过，你们进房监查看情况的时候，都没敢动房间里的东西。那就说明房间里的东西很可能是被凶手给弄乱的。而且，化验科的同事在对客房内的物品进行检查时，在莲子羹里发现了安神散的成分。 这是化验单，你们自己看。安神散，那不是用来安神助眠的药吗？新闻社里有同事因为写不出稿子，愁得睡不着的时候就吃这个。 一般人不都是大半夜睡不着才吃吗？谁白天没事吃这个？除非……也是。等钱大佬睡着之后，对方就有足够的时间在房内翻找自己想找的东西了。但很显然，钱大佬并没有立刻睡着，又或者…… 是在睡着之前就察觉到了什么？有道理，钱大佬的后脑部所受的撞击伤，很可能就是凶手想砸晕他，好方便自己行事。 怎么没必要？那狂徒还能有良心不成？肯定是怕夜长梦多，一刀下去，一了百了。凶手很有可能是让钱大佬看到了脸，
害怕事后被指认，故而行凶。就是说，或许是熟人作案。哼，老头子假仁假义，果然是得罪了不少人。你是李记酒店的现任老板对吧？你们酒店当时是谁给钱到老宋莲子羹的？哦，我知道是谁，哎，给我等我一下啊！来了来了，我把人带来了。钟警官，他就是那天给钱大佬做莲子羹的厨师。小的只是一个做饭的，怎么敢往客人的餐食里乱加东西？老板，小老板，你可得给我做主，小的冤枉啊！小的只是送莲子羹，别的什么都没做呀。再说了，那莲子羹放在钱大佬房间里这么久，后面都有谁碰过，小的怎么知道呀？我想起一件事，之前在酒店大厅拍素材的时候，我见过这位厨师小哥送东西进二楼钱大佬的房间。然后不久之后，这位陆会长好像也进过那间房间。别以为你是记者就可以乱说话，信不信本会长明天就找人拆了你们的新闻社。陆会长这威胁的口吻是做贼心虚。我做贼心虚？你怎么不说那个小记者在搬弄是非呢？莫翻译，我怎么觉得你也是在故意针对我呀？不，我认为莫翻译只是在替我们迎新贸易公司提出合理的质疑。倒是你陆会长，不打算对夏记者提出的疑问解释一番吗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进过房间又不等于是杀人凶手，凡事要讲究证据，是不是啊，钟警官？陆会长说的不错，凡事是要讲究证据。鉴于眼下复杂的情况，我决定对酒店内所有宾客的房间进行搜查，看看是否能发现其他线索。各位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我也没意见。当然，我们也想尽快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尽管搜，我倒想看看你能搜出什么东西。行，警方会尽快完成搜查，也请各位配合一下，暂且留在徐州镇内，不要离开。
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得小心些，别弄坏房间里的证物。那我也和小老板一起去一趟吧。我也去，取证照还没拍，我也想回现场去补几张照片。乐意奉陪。那我也要去，免得等下又被冤枉成了嫌疑人，我还不知道。
Thank you.